谢谢你回到我身边。楠楠，好久不见。小姐，你不在，队长魂都没了。真的吗？方程，讨厌！队长，我们有事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这些花，他们知道你回来，临时买的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这待遇恐怕你这个队长都没有吧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别动！过来。冰气，减少呼吸，不要乱动。队长，都没进来。队长，打120，快点。哦，快快快快！这粉末有毒，对不对？别害怕，照我说的做，不会有事的。韩西洲，你还没有沾到多少，你快出去，不要在这里陪我。不可能，我说过。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这是什么？蓖麻粉末，会在人体潜伏几个小时。韩西洲，我们不能动啊，我手麻了。撑好了，
是程大海对不对？这多半是假的，这东西很难找到。不管它是真的假的，至少我看到你了，就不会有遗憾了。还好不是蓖麻粉，虚惊一场。希儿，他怎么样了？醒了吗？昨天小腿上就挨了一刀，今天更严重了。不过他现在已经缝了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根本就不是蓖麻，程大海就是不想让咱们好受。警察正在处理，警告了一下就放他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把针给拔了呀？药还没有输完呢，疼吗？疼。那我去叫夏过来。别走。楠楠，你走之后的每一天，我的心都揪着疼。韩西洲。嗯。这次我回来的急，好多东西都没有带。缺什么？我带你去买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哪？你家。所以，你要带我回家吗？坐稳了。回到我身边，一起牵手，一起遨游。西周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幼稚？那是以前，我劝你尽早习惯。我的女朋友，吃吧。都是我主动的，你从来都没有跟我告白过。韩西周，你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有我这么好的女朋友？吃粥热的，可是这些明明都是凉的。这个八宝粥怎么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？
了，是吗？韩队长，你滥用充数，那锅是什么？我熬粥的时候走神，想事情来着，熬着熬着就熬糊了。想什么？徐楠楠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啊？这么认真？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方程，你们干嘛呢？不是，惊喜啊，队长！你不是要和许小姐表白吗？不是，我说烟花，你干嘛拿气球来啊？哦，有烟花，有烟花，你看啊！啊，突！啊，咚！啊，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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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队长，大白天烟花也看不清啊。就是，反正都是听个响，大白天的都一样嘛。就是啊。楠楠，我的工作你也看到了，随时都有可能出动。训练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危险，休息的时间也很少。我，韩队长。我也随时可能出去工作，我出新闻、录采访，说不定比你还要忙。你也准备好了吗？虽然我恋爱经验也没有，因为自由时间也不多，没有时间一直陪着你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说倒装句了。我很紧张。这是我的工资卡，这是我自己做投资赚的钱。我想把我的全部身家和我一起交给你。队长，你这个时候应该跪下了。对啊，队长，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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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跪下呀！哎，单膝跪呀，单膝跪呀！好了，快起来吧。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我会努力成为最优秀的男朋友。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给你最好的一切。我保证，忠于山林，忠于你。徐楠楠，认识你的时间太长，我都快要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从哪一刻起喜欢上你了。只知道从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起，你的影子在我心里再也挥之不去。是涛哥先凑来找你的。躲着躲着躲着下面。你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，同学？哦，我手疼，在这里待着。啊，行，那你弄好了赶紧回教室吧。哦，好好。哎，可以出来了。吓死我了，谢谢你啊。给我。别住手。你们要再欺负人，我告诉老师了。韩西周，我有时在想，没事吧？这世界这么大，谢谢你啊！怎么偏偏让我一次又一次的遇见你？你学的播音主持啊？我们错过，分离。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。又再次坚定相爱，这有什么适不适合的？只要我们努力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的。我想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走吧，最好证明。
干。别动。回去记得消毒，不然会发炎了。